我放个。好，我把所有图跑一遍好不好？今天已经跑这张跟这一张了吗？我就轮图嘛，每一张都跑吗？没有啊，现在没有反向的图了。他现在不让你跑那种道具图。这个是会跑的。哎，太失误，可惜。如果我刚才机关没撞，就拉开。哎，歪掉。这个不能秀啊，秀你现在的状态可能会输啊。我现在状态没有到很好，就是有点没办法聚焦眼睛，因为今天真的太累了。今天晚上没睡好，就睡了一两个小时，然后上了一整天课，眼睛有点累，很酸。在360失误就爆炸了。吃鸡小仙安八点玩，小仙又快没精华剪了，八点。昨天很晚睡，昨天在弄那个，在忙大事业，忙太晚。我们本来是在弄那个新闻的，那个新闻采访的企划书，然后弄一弄变成是打LOL，然后不小心就打太晚。我想大学生是这样，就是原本就是线上要讨论一些东西，然后讨论完之后就会突然变打游戏，然后游戏就越打越晚，就越打越晚。要陪我睡吗？不用了，现在还好，现在没有很想睡了。不知道怎么玩游戏玩了一下，精神突然有好起来。对啊，至少还睡两个小时啊。